My mommy likes to sing along with me, but she won't sing this song if she needs holiday. We still pity the men I know.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re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 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Hey. 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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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g， 踩到我了。不是绿题目，我换了个衣服，那个衣服有点低，里面没有打底衫，然后就换了。那件毛衣在家里啊。I'm pretty glad that you're alone. You said she's scared of me. I mean, I don't see what she sees, but maybe it's somewhere in your cologne. 爱死这个猫耳朵了，你想让我戴猫耳朵吗？要不要戴猫耳朵？要不要戴猫耳朵耳机？主题曲吗？魔女幼熙，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哦。哎呀，不行啊！为什么？点更好，什么意思？我戴这个耳朵怎么了？对对对，就是韩家人演的那个。你们都在过周末呀？啊，哎呀，过周末都不来看我直播喽，伤心。水果篮子我也喜欢，水果篮子那首歌超好听。谢谢大家的舰长啊，还谢谢大家的蘑菇别跑，魔女游戏。哎，我今天我把那个360 Xbox 试了一下，然后我在想可以给你们玩游戏，但是游戏我还没有找你们推荐。这个水果篮子的歌你们听过吗？这个我超喜欢，初中的时候了。 Xbox One 了，哦，差不多差不多。
索尼 S4， 没有，我没买那个。谢谢依依小声的蒙哥别跑。之狼，你们喜欢水果篮子不？这是我初中看的动漫了。谢谢大蘑菇的蘑菇方舟。你们明天都考试啊？明天考到什么时候啊？Let's stay together tomorrow。 现在练练歌啊，练个啥耶？我今天好困，我想睡觉。我直播睡觉了。等会儿给你们直播睡会儿觉哈。太困了，眼睛有点酸。我宇宙踏空，我就要飞起来了。我想象是迷茫，我向下听见你说，这世界是空的。说一二三，打碎了过往，向往有风吹破了的归途，你有没有看见我在唱？你说一二三，转身你听被抹掉慌张，我想
来个昨天的舞。嗯，昨天什么舞？我昨天跳舞了吗？希望明天合格考试通过，我也祝你明天考试合格通过哟。今天这么好看，嗯，我今天头发有点油，用这个猫耳朵挡一下哈，把我的油头给挡住。爱上冯提莫，没有冯爱上冯提莫这首歌。该玩游戏了，提莫，你们今天想看玩游戏吗？可是我不知道，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玩什么游戏，你们有没有推荐我的？妆，哎呀，我今天也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妆，跟今天对比就是有点差距，昨天太素了。哎呦，那个 Xbox 里面没有那个节奏天国，不然我就玩了。你们就想看我受虐呀、啊、想看我受虐的话，你想看我玩什么游戏才会受虐呢？谢谢大蘑菇的蘑菇方舟。Switch， 哎呦，这些买来我都还要安装，还要弄好久哎。体感游戏有啊，可以就是自己跳舞的那种体感游戏。人类一败涂地是个游戏吗？上勾拳，只狼。劲舞团，劲舞团现在还可以下载不？我都不晓得了。下次啊，我今天我就想晚一点唱歌，唱累了我可以玩一下呢。但是我最后的那个游戏好像在那个 Xbox 里面有一个那个古墓丽影没有通关，其他的我那个好像通关了都，对吧？你们记得吗？我手机游戏我不怎么玩了，我都是玩电脑的端游。喵里奥，猫里奥的话在哪里下载？古墓丽影那一关我一直都没有过，我过了好久。谢谢1219 Eric 的摩天大楼，谢谢大家的礼物。你终于是舰长了，谢谢大家的舰长了。哦，蜡烛人，哎，你们玩过蜡烛人吗？蜡烛人我也没通关。蜡烛人我也蛮想玩的。还有就是跳舞体感游戏，我今天是确实出门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下雪，回来的时候看到就飘了一点毛毛雪。你看那里有小鸡哟，你看那里有小鸡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那是火柴人，不，那是蜡烛，蜡烛人，那不是火柴人。你看那里有武器哟，蜡烛人那个有点难。你不担心玩游戏掉粉吗？还好吧。我虽然玩游戏掉粉，但是我唱歌又会吸粉啊，对吧？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需要有一个那个像过山车一样有一个波形，你不能都是一直这样的，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只要玩游戏一掉粉，马上先唱首歌，
把你给吸回来，吸吸吸吸吸。要灰灰灰的疯狂脑壳。你看那里有猫咪哟，喵！你看那里有猫咪哟，喵喵喵！咕嘟嘟噜噜，咕叽嘟嘟嘟，咕叽咕咕咕，咕叽咕。只狼，只狼到底是啥？那主人很无聊啊！你见过好多唱歌掉粉的，嗯，那肯定不是我吧？我对这方面还是有点信心的哈。我玩游戏没办法，我有的游戏玩的还挺好的，我玩的很认真，主要我玩游戏的话可能会把你们给气到，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在 B 站直播玩过游戏，我不知道你们看我玩游戏的反应会不会一看我玩游戏就粉转黑了，因为玩游戏很气人的，会把你们气死。解放天喵，摩天大楼，只狼太难了，哎，你们别给我弄那种难的。你们别给我弄那种难的游戏，我适合简单一点的。你看那里有公牛哟，公牛母，母牛母，绵羊咩，山羊咩，小狗汪汪汪，猫咪喵喵喵。兔长黑了。我们这样吧，我等会儿唱到个十点或者十点半，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吧。可以试一下玩个游戏什么的，看你们觉得怎么样。撸啊撸啊，哇，那我先把撸啊撸给更新着，我好久没更新了，我更新着，好，更新着，等等，我先把撸啊撸更新着。在升级呢，给大家先唱首歌压压惊，禁区黄龄老师的好听的一首歌哦。在你嘴角呼吸，一口空轻轻轻碎着，血液充满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己哦，你的神秘操控着我们的关系，和你的眼睛没有距离，我继续靠近，想解开秘密，你却把目光闪避，暧昧的让人窒息，这就是我们的默契。看着风景的角落，不为任何理由困惑，让近距离的对峙更加沉默。我看到面前的漩涡，难道它没有好的结果？除了你，我能偏执什么？我只好，我只好完全去相信你的触摸。你肯定爱我。快乐，我快乐，彻底沉迷，直到你发现我有多重要。最像梦似一般闪烁，早印在这一刻塞满了耳朵，这一道墙目睹一切蠢蠢欲动，想一语道破，请别把话说得太赤裸。我只好，我只好完全去相信你的触摸，你肯定爱我，我快乐，我有多重要。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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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谁把谁困在这大楼，明明心里想叫我走，你却不放手。先登录一下，好久没登录了。这首歌叫禁区，因为我刚吃完饭没多久。现在有点撑，还唱不到出来，我感觉。不然我先玩玩游戏。我密码忘了，我登录不进去了，怎么办？哎呀，我的密码都忘了。登进去，登进去，吓死人！我先把那个游戏更新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拖网占网速？我不斗地主，我地主斗的太差了。谢谢大家的提莫比钱，么么哒。卡住了，天主少女，你们知道吗？吃完饭，然后吃完饭的话就会很想睡觉，就是他的胃啊，那个血液都在胃那里去了。然后我现在就有点困的，你们有什么办法让我不困吗？谢大家的舰长哦。我斗地主真的不好，会被你们骂的。直播睡觉，那我睡了。什么？瑞总来了！别吓我啊，你们！我的提莫掉了，在哪里？在哪里 ？Where？ 你们要随时给我打报告。
好了好了，不睡了不睡了不睡了。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为什么那两个耳机？因为这个戴着可爱，你不觉得吗？这个猫耳朵这么可爱。唱个王菲老师的《致青春》。我的那个 V Game 已经卡住了，我想更新撸啊撸，可能是太久没更新了，现在都打不开了，就现在一直是卡住的状态啊。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绵延，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情偿还，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这年华青涩逝去，却别有冬天。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谢谢大家的关注。哎呀完了，我这个是真的不行。 WeGame 游戏不是没更新完，我现在卡住了，游戏动不了。先默默观察的打 call， 我重新更新。有请下上传了，有请下一位追梦人。是说我要给你们唱个追梦人吗？你们要听什么歌啊？后面的白架子跟我家的一样，真的吗？我那个架子是宜家买的。哦哦，你说那个也是。我更新一下游戏哈，我现在在更新了，让他更着吧。我这个显不出歌词儿是什么情况啊？哦哦哦！
他一直显不出来。追梦人可以，但是歌词儿怎么办啊？行吧，给大家唱个追梦人。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厚厚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默认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幸运前尘红事轮回中，谁在生命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始终难解的关怀。歌词罢工了，写下永久的回忆，飘来飘去的深藏的激情的幸运，你的幸运前尘红事轮回中，谁在生命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始终难解的关怀，痴情笑我凡俗的人，始终难解的关怀。今天看见我了，哦，我今天确实出门去买东西了。真的看见我了吗？不会认错了吧？因为经常我发现有好多人他会认错，认错是我。谢谢东方卷，谢谢全人在香港的冰可乐，谢谢四月物语，谢谢你好马上的，谢谢小怀咒，谢谢大家的礼物。你也看见？对啊，我就是 DSP Dangerous People 薛老师家的。我是双十二的时候在他家买的衣服，自己悄悄买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确实觉得蛮好看，然后就哎发现我三件穿在身上都很好看，是吧？是不是很好看？天竺少女，你们怎么那么想听天竺少女啊？
我要给你们抽点红包喽！你看见我了？你现在当然看见我了，我在直播呢。是的，确实蛮好穿的。你是新的开头，是的结尾，童话的结尾，你是理所当然。我要不要用这种声音唱啊？好像有点那个哎，有点作。要不要用那种电子音感觉唱？你懂吧？靠近洛天依。你是新的开头。那样你，我怕你们吐出来，我怕你们把晚饭吐了。当当当当当当。啦啦啦啦啦。我们现在抽10个100元现金红包送给大家，只要大家弹幕打出关注提莫哟就可以参与啦。参与的条件就是关注我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哦，一共会抽10个。我来试一下用那个电音好不好？我加一点电音的感觉。一二三。Creeping.
around like no one knows. Think you're so criminal. Bruises. 谢谢谢大蘑菇，谢谢大蘑菇的蘑菇方舟，谢谢大家的舰长，谢谢 Eric。来拥抱勇气和爱呀！对，大家可以多多参与抽奖哦，还有30秒，关注直播间并且发送弹幕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给你们唱个宝贝儿吧，好吧。这首歌其实应该叫要睡觉之前唱，算了，给大家唱那个张韶涵老师的《香水百合》吧。好好好，谢男爵的天空之一，谢别扒拉我，别扒拉我。老师，他扒拉我。连播第五天，
不是，歌词如果罢工了，我可以重新启动一下，但是重新启动你们的电脑就要黑屏一下的。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等我吗？就可能你们直播间会黑屏一下，然后要刷新才行的。麦呀嘿，麦呀呼，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刚刚送给我的礼物，比心，谢谢大家的关注哦。哇，我39级了。我39级了，我马上还差一级我就满级了耶 ，UP 主 ，UP 39，你们看到了吗？那你们等我一下哈，我重新启动一下我这个软件。